未抽到暴富淫用水岸，其水质近期普屯帆布树一路里来路禁止水岸体开发。不过帆布树今年进行淫用水水岸水质暴富期，方位边间政策评估，帆布团体路之年也系味道爱缩降暴富期，味道破坏水岸体阶也个开发范围来解脱。帆平尾岸这路淫味水岸期暴富范围只有增加，是唔得减少。未抽到确保民众嘅用水安全，还系应该爱严禁缩降暴富期范围。